去年就来参加过未来与希望的讲座，那主办单位每次都很用心的安排讲师，那这一次高教授因为久仰他的大名哦，他是东海大学跟逢甲大学的社会学系教授，那今天所讲的主题就是新时代的困境跟机会，这个跟我们的生活上也息息相关，所以在开始报名的时候啊，就很快的抢了这个场次，今天来参加这一场。现在就让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欢迎这位唱作俱佳、连空气听了都兴奋的高教授进场，为我们今天带来的主讲题目是《新世代的困境与机会》。我们掌声不断，欢迎高教授。掌声不断，欢迎高教授。我们高副董非常的客气，他想说就在楼下跟大家做互动哈。好，我们再一次热烈的掌声，我们要欢迎我们的高副董。可以开始了。我们觉居法师、各位师父、各位亲爱的朋友，首先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佛光山慧中寺邀我来。其实我教书教了几十年，还没见过这种场面。非常荣幸啊。不过我先说一下，第一，我为什么没有上来讲？坦白讲，我心里面是存着一个非常敬畏的心。因为今天呢，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很多我想过的事情，或者我的观察、我的了解，或者我的期望。我们都是凡夫俗子，是吧？在这个城市中，扮演一个老师的角色，教书。我教了几十年，30多年书。我在东海大学、在逢甲大学都任教。刚刚介绍我，给我太多的美言，实在是不敢当，所以我不敢上台，你知道吗？